粗臂开合，大臂抬高，小臂与大臂垂直，两个小臂靠拢时呢要夹紧，这样做一个往上抬高然后还原的动作，再打开。这个动作慢慢做，始终用力保持手臂的紧张感，不要耸肩，先往下沉，收紧肩胛骨。这个动作会特别好的锻炼我们的肩头和手臂后方，消除圆肩和歪歪肉，所以啊，加油。然后我们再来做一个这样持续往后拨水的动作，肩膀放松下沉，手臂用力往后拨，要注意肘关节是锁死的，不要让小臂来回的甩。现在最后一个动作就叫它屈膝展翅膀，上半身背往前倾，收紧小腹，两手臂往内侧夹紧，不要耸肩，掌心冲上，手臂往上抬起，不要打弯，是整个手臂一起往上抬起，然后放下，放下时也是收紧的状态，不是很放松的甩下来的，而是用力慢慢的放下来的。这个动作可以很好的燃脂，也不会养成粗壮的肌肉。现在是不是觉得胳膊特别的酸痛？马上就要结束了啊，再坚持一下。好，不要停，我们再来做几个连续的抬手臂的动作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好，结束了，我们来做一下拉伸。先转一下肩膀，放松一下三角肌。好，反方向再来转十下。再来拉伸一下手臂。好，换到另一边。如果您手臂的酸胀感很强的话，除了这一些拉伸，还要再自己做一些按摩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运动了。还有一点想提醒大家的，就是减脂不是局部的，如果你现在体重很大，建议你结合着我之前分享过的全身燃脂的黑的运动一起来做。好，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，那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